他们说我没有妈妈的样子，谢谢夸奖哦。我本来就爱漂亮啊，怎么会因为需要哺乳而改变？我做过最有毅力的两件事情，坚持哺乳跟坚持爱自己。我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，他们都会说哈，这样好吗？妈妈一定要记得先爱自己，我把时间都分配好，一定会把运动排在里面。我在灯光下面听到快门的声音，我就会觉得我很享受那时候的自己，不太管别人怎么说，我觉得开心最大。就是我的坚持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一定是给他最好。妈妈如果心情好啊，自己开心快乐的话，那分泌的乳汁也会是快乐的乳汁，那宝宝也会感受得到。你把宝宝抱在怀里的那感觉是暖暖的，很神秘。我觉得那个连接变得很深很深，这是一种心有灵犀，母子才懂的两人世界。只要相信你可以，相信你爱自己的同时，你可以爱孩子，你一定会找到方式。我想用最直接的方式把我的爱传给我的宝宝，这就是一件很时尚的事。我坚持时尚哺乳。